教会开埠典礼。 终于终于成功开了一家大象动物园。对啊，我是不知道你对大象有什么偏爱，但是很恭喜你，谢谢你们的收，是我最大的一个包包，我才有机会成就，你们都是我的恩人。好啦，我从这里，我在这里祝大象动物园不要倒闭。